就问为什么，他告诉我啊，1.2米深，什么原因，海水倒灌，鱼温怎么样，这些东西呢，司马荷兰啊，我上台以后，我认为啊，我不敢讲1年的时间，2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，整个嘉义的海岸线啊，大家全部就可以解决。这个东西他们明晓的问题在哪里，他们为什么没有做，因为他们有执行力。他们目的，民进党的主要目的啊，就是打败国民党，他完了什么事都不做。哎，那那打败以后呢，就开始选举。哎，在民进党里面慢慢养成个习惯了，他打内务打，就我们那个在打电话一样，打内务打免费。哎，话你讲，我的钱10辈子我也花不完。对，而且我做慈善，我今天赚钱都忘我的生活习惯。我真的讲，我真的不习惯花钱，我没有时间花钱，我是习惯。那我希望说把我的钱，我是90%，我答应要去做慈善事业。在台湾，我不做。刚刚有一个医生在跟我讲，他得了癌症哦，那个是这样，他一直跟我讲要道谢，跟我一个刘医生一样道谢说，因为我们帮他，我是一个忘，我那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。我们有灵希望小学到花莲去帮他们东岸，帮了已经做了12年，很多偏乡教育，所以我一定要到偏乡跟台北之间的距离。所以我呢认为啊，行动力是很重要的。